持有本市最佳住址之一，第十油漆，永久地契，投资奢华，传承数代。欢迎光临 Grange 1866第十油漆的永久地契房产。Grange 1866坐落于农庄路，步行即达新加坡著名旅游购物胜地乌节路，让您咫尺之间尽享都市格调生活。该楼盘临近双地铁交汇处，步行可至乌节地铁站，轻松换乘南北线与即将建成通车的汤深东海岸线，可便捷到达大世界站、欧南沿站、来福士坊站及滨海湾站。 Grange 1866坐拥新加坡著名景点与奢华优质的品牌酒店及热闹非凡的高级购物区为邻，全力为住户打造娱乐办公两不误的优质生活方式，在繁华都市中为其呈上一片安心休憩之地。曾作为肉豆蔻种植园的农庄路建于1866年，是一条通往欧斯里地区的专属通道，身处于静谧的繁华地段。 Grange 1866除了拥有便利的道路可往返帕特森山与里巴巴利区尔卫民路之间，极大照顾到住户的居家生活隐私。 Grange 1866通过精心的设计打造出一个全新的环境，独特高端的设计元素与现有独特环境相结合，创造出独一无二的住宅体验。让我们一起来参观 Grange 1866的销售样板间。 Grange 1866提供60户一居室和两居室的单位类型，一共4个单元，一楼为挑高架空层，为所有的居民提供舒适的活动空间，最大化提升住宅体验感。长达25米的游泳池、按摩浴缸以及泳池躺椅、健身房、烧烤架台和吊椅来放松身心，借此远离城市的喧嚣。Grange 1866提供5种户型单位：A 型527平英尺的一居室单位，B 一型710平方英尺的两卧一卫单位，B 二型764平方英尺的两卧两卫单位，B3和B4型818和829平方英尺的两卧两卫高级单位。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展示单位吧。这是B4型的两居室单位，高效的布局完美的凸显了单位内宽敞的空间，厨房配备了高品位的法国地泽电器，浴室则采用了德国杜拉维特和意大利爵士档次的卫生洁具和装潢，住户可以充分享受在奢侈和豪华空间内所带来的卓越感。主卧室可以轻松容纳一张特大号床，除此还保证了充足的活动空间。我们希望您会喜欢这趟 Grange 1866的参观之旅，坐拥黄金地段，引领品质生活，这将是一次千载难逢入住奢华高档住宅的宝贵机会。